北方鸟龄是台南重要的文化之一。2024年，南市府将这项活动登录为市定的民俗，并且举办授证仪式，来显示北方鸟龄的重要。而今年的颁奖典礼，15号暗时伫个咸水埔庙落地来举行，侪侪贵宾拢到场来见证。花莲文化吼，是咱台南市的市定吼民俗吼，所以呢，咱未来一定是尽量会当来好好保留这个传统。啊，过去。一个补助是20000吼，一个团体补助20000。啊，咱是咱这几年来吼，我做市长这个奖励提到一倍以上啊，变40000。哦，啊未来吼，咱搁把补助甲增加一下，你讲好唔好？来，即声上大声啦！活动现场，市长为提亲身来颁奖，感谢各部落对着文化传承所做的打拼。伊嘛表示，分鸟龄的龄是真歹做，需要真大的技术。未来市府一定会阁继续增加补助，将这款有意义的文化保留落来。因为咱大家要保留这个传统的文化，是真无简单。啊，嘛要做这个吼花龄吼，这个龄吼，拢做歹做，迄拢有足大的这个艺术伫内底，吼，啊嘛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的文化，而且非常感谢，大家保为了了保存咱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，而且向大家一共来致意，来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本次典礼有咸水区13个部落、新野区6个部落、客家区2个部落，总计21个部落67人来受奖。文化局表示，希望未来当年年举办颁奖的典礼，让北分鸟龄的活动，让大家看到。南台新闻王维迪咸水采访报道。